师傅。啊，请讲啊。您能给看一个名字吗？你讲吧。他这个都起好几次了。嗯。就是这个87年属虎的。87年属虎的啊。嗯。男的女的？他这个男的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他现在叫王义迪，这个名字您看好不好啊？王义是什么义啊？义是上头一个点儿，一横。啊。然后那个刀两边一点儿。啊，知道。下边一个大字。嗯，迪呢？迪是。迪。啊。迪是什么？迪是，走汁儿里头搁个油子。啊，知道，嗯，嗯，这名字不好啊，嗯。是啊，那我这都给他改了，改了两三次了，所以从起改了这名字之后，他就觉得不好，也不太。而且我告诉你，这名字改了之后，他，我告诉你啊，魂魄不齐啊，整天就是昏昏叨叨的，嗯。是那样。这还不懂啊？你这名字都不好听啊！王一急，碰到事情就急了。那师傅，麻烦师傅您给看看。我不能改名字了，我不可能帮你们改名。要叫这个王林志行不行啊？王什么？王林志，就是说两个木字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嗯。王明杰也不行吧？明是。哎呀，王明，你这都不好的呀，王林都不好的呀，你把两个字后面两个字倒一倒，你这音呀、啊、谐音都不懂啊。嗯。哦，那这。哎，这尽往这种字上去靠，对不对呀？你比方说缺木的话，啊，对不对？王杰林、嗯，杰林也不好啊，有林字的声音谐音都不好啊。我说的是名字。名呢？我是说名字呀。哦哦。嗯。哎呦，这打通电话也不容易，师傅，因为他这名字都，他也找了不少人，也不行，也没给起好。你现在讲给我听呀，几个名字，我帮你选一个嘛就好了嘛。哦。你脑子没有的。王浩林呢？王浩就是三滴水。你为什么非要有个林字啦？他说缺木，缺木的话，你木字边旁的字多得很呐、啊。哦，那师傅您给选一个吧，麻烦您了。王浩倒蛮好听的，不要林呀。嗯、哦，王浩后边呢？后边他属什么 的？哎呀，真他属虎的，男的属虎的。很麻烦的，改名字在电话里跟你说的。上去走一圈，而且这有点动因果的，不可以的。像这种最好，你现在最好你自己有什么名字拿出来改一改最好了。王浩也，王浩荣，王浩荣，王浩荣算了，光荣的荣。这浩就是三点水那个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嗯。又有水。荣。啊，又有水。嗯。啊。又安民告示，让他做什么事情，别人都是光明正大，让人家都知道。啊，有水就是说明他有财运。荣，光荣的荣，因为你如果有缺火的话，我看他的名字缺火的话，就上面两个火，繁体字是一个荣嘛，上面其实是一个火字嘛，明白吗？下面不是一个木字吗？林不是缺木吗？光荣的荣吗、嗯、好了，王浩荣就可以了吗？嗯，王浩荣就可以了。光荣的荣，浩荣的话，这个浩荣耀也挺好的、啊，这是精精上进的一个名字嘛，对不对啊？而且浩荣的话，名字经常跟他讲，浩荣的话腰都会好，现在他腰都不好。嗯，是他身体状况、精神状况都不好，非常不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他的肾脏非常不好，嗯，再淋了，淋下去，这不淋湿了，我告诉你，嗯，哎呀，脸色都是黄的，我告诉你，脸色蜡黄，我都看见了，感恩师傅，嗯。